朋友们好呀，这里是罗素。恰逢新春佳节，这个2023年的第二份投稿就发一个以红墙绿瓦为主轴的中式局部街道设计。其实呢，之前元旦的时候发了一个新年好的状态短视频，就是燕飞站在一堵红墙下面，之后便有小伙伴评论私信或在群里问我，说这个好漂亮呀，然后红墙是怎么弄的。当时其实只做了两面墙的一个庭院过道，专门用来找好的光影角度拍照的，因为做红墙的这个梨月铺子滋宝福棚赠彩的负荷实在是太大了，做短短的几面墙就要负荷过半了，再加上其他的结构的话其实不太好把握的。不过呢，既然大家都喜欢红墙绿瓦的元素，我还是想了想，做了一个局部街道的设计出来，一个以红墙、阴树与墙后的方塔为主体要素，其他的摆放呢相对就精简很多了。一条主街道，左右两侧呢是有灯光装饰的梨月房子，红墙对接的右边呢是一个可以饮茶的松竹小院子。左边则是一个双层的带走廊大旅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还是蛮适合照相的。然后整个设计基本上是一体链接的，所以为了不同的照相光影方向，小伙伴们也可以自己调整设计的朝向哦。那么值此辞旧迎新之际，正好我的生日呢也在春节期间，那祝各位小伙伴兔年与我一起新年行大运，新岁齐安康，2023年徒步青云，前途似锦，扬眉吐气，大展宏图。那么我们下一个设计再见啦。